仙桃市原名沔阳县，地处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，东接武汉，西连荆州，长江汉水南北相依，5000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沔阳道情、沔阳鱼鼓等大量传统民间艺术。道情渊源于唐代，是道士传道化斋的必备技能。清乾隆年间，道情传入仙桃，与沔阳鱼鼓及民间曲调融合，逐渐演变成沔阳道情，流行于江汉平原。沔阳道情是一种讲唱结合的曲艺形式，由一人怀抱鱼鼓童，手执竹简，击节演唱。沔阳道情有西韵、荷花调、龙抬头、喜迎门、秋蝉曲、双鱼尾等40多个曲牌。西韵是沔阳道情的主要曲牌，突出地体现了沔阳道情的音乐风格。当家呀，老板呐，本姓张啊，可豆家那个本事那深啊亮啊，十字坡前那个开店房啊，生意啊一天是特别的也忙啊，来了好汉喽结一档啊，福报两山送大王啊。沔阳道情的道白多以地方方言俚语为主，通俗易懂，所唱曲目题材广泛，传统的如考蓬案、四下河南等300多种，还有一批创作改编的反映生活题材的曲目，如省材造、看戏、走向明天等。大清早来我心哪高，我心早两个人的年纪呀、啊、差不多大或小，他把车来我把火烧啊，老表老表，我是喊你亲儿了。哎呀，老表老表，我回到酒。莫瞎说啊！我没有瞎说，我是说老表老表，我回到酒这个羡慕的不得了啊！哪个们呐？你来看我这个老表，年纪和我差不多，他显得非常年轻，我这显得非常老。他的阔气啊，我是投机。哎呀，他洋气啊，我是媚气。哎呀，我真是实惠呀、啊！你是个魔灰啊！我实惠，当初没有和你到一起。那到一起啊，就错了乖了。那错个魔乖啊？那金亲结婚呐、啊，生的那个不是残疾就是啊少啊。
了喝了，可天道快喝了啊！手拿那个脖子扇呐、啊，把呀把门敲啊！小妖妹呀、啊，花花，今天呐、啊、该上啊，真热闹啊！正月十五闹元呐、啊，笑啊！啊啊啊啊啊沔阳道情是江汉平原影响较大的曲艺种类之一，曲艺唱腔中观音调、道士腔、哭灵腔、还魂腔等由古老的道教音乐演变而成。对这些腔体的研究和保留，可发现道教音乐与民俗音乐的融合与演变产生于仙桃的沔阳道情，是一支保存较为完整、极具楚文化特色的音乐流派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多元文化的冲击，沔阳道情由于艺人年龄老化相继作古，又难以吸纳年轻人传承学艺，沔阳道情的传承出现断层。目前仙桃市从艺的沔阳道情艺人50多人，年龄最大的已经78岁，50岁以下的艺人仅5人。沔阳道情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濒临失传，急需加以保护。目前仙桃市政府已经牵头相关部门制定了沔阳道情5年保护计划。